大家好，我是新西兰消防和紧急事务部的消防工程师，我叫曹爽。确保社区的安全是我们新西兰消防和紧急事务部的工作，我们希望帮助您和您的家人远离火灾。厨房起火不到3分钟就可以蔓延成致命的火灾。所以做饭时一定不要让灶边无人，如果您一定要离开厨房的话，请关掉炉子再离开。烹饪时如果必须要离开的话，请一定关掉炉子再离开。非常重要的是，如果您已经喝了酒，请不要开始做饭，因为酒精和烹饪一起并不安全。当您烹饪完毕后，请一定记住关掉炉子和灶台。请大家注意安全，祝您阖家欢乐，我们下次再见。请大家注意安全，祝您阖家欢乐，我们下次再见。